七个国家的塑胶微粒中，发现最高的是日本的小鱼干，其次是中国的，第三名是斯里兰卡，第四名的是韩国，第五名是越南，台湾是第六。那泰国的小鱼干塑胶含量最低。鱼类透过滤石的作用，将这些塑胶微粒进到鱼体里面，但是鱼体不会把这些物质然后分解掉，所以其实会在里面造成生物累积，进而危害到人体的身体健康。